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怜悯在这里可以翻译成连续动了慈心，在新约中常常用来表达耶稣对人的感情。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 同样的经文出现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在马太福音多了“因为他们困苦流离”这一句。困苦是疲倦、是烦恼的意思，而流离是放在地上或地板上被遗弃的意思。所以耶稣看见的这许多人是疲倦、烦恼。 穷途潦倒的人，这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在我们城市街头的流浪汉，在婚姻中挣扎无助的男女，为着生活在高速公路上奔波往返的人，印度加尔各答街头奄奄一息的穷人，埃及开罗地铁站熙来攘往的穆斯林，顺时针绕行尼泊尔。 加德满都喇嘛叫佛塔赎罪的人，而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不认识主，或是拜错了主的人。他们就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，人生没有方向和目标，盲目的跟随着这世界的王魔鬼，一步步的走向地狱。每次当我们走出去，就会看见许多人。 是否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们是困苦流离、如羊无目呢？是否我们也像耶稣一样，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呢？